特色全年头奖是100万的旅游基金。如果你抽中的话，你想去哪里？我要去北极看企鹅。北极没有企鹅。有，那是南极企鹅。企鹅会游去北极，企鹅会飞。这个自己煮。新贵配烤猪肉。企鹅花生口味。妞吗 ？Kiki， 大家都知道妞妞现在在日本留学，而且妞妞的学校没有餐厅，要自己带便当，而且没有营养午餐，有但是很难吃的那种。所以我今天就想到一个游戏啊，要来跟妞妞玩之前大家很喜欢，而且我们之前观看还不错的左边右边偷便当食材挑战。就别被地狱便当，我就会觉得很好笑。那你就算抽到雷的食材，你要想办法变成美味的样子。没关系，我一定可以把烂食材变好。对，然后我运气也很好。好哦，期待你做出来的便当。好，在节目开始之前，我们要感谢全联小时达赞助今天的影片，而且抢先让我们开箱今年的兔年福箱。哇哦，这个好喝哦。噔噔，这个是它的福袋，好可爱。而且它这次福袋有两个种类哦，一个是蓝色的，一个是黄色的。对对对，而且它这次是跟懒散兔与啾先生的联名，非常的可爱。这个去全联逛街都可以带，它取代了以往那种一次性的袋子，这次就是用环保袋，所以非常方便，以后我们去买东西去超市什么就可以带，又可以重复使用，非常环保哦。等我一下哟，等一下再吃。其实我们之前在台湾也常常使用全联小时达的 APP 来购买东西，它最快40分钟就可以收到，真的是超级方便的。它不会因为是线上的这种 APP 购物就变得比较贵，完全不会。而且它的品项也非常的丰富，多达5000多种。哇！单笔消费399就可以免运，所以其实很容易就399啦，随便399，对，就免运了，就免运了，觉得真的很划算又方便，而且它又快速到货，真的很棒。你可以看看里面什么，我看到猜疑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一次的全年福箱很酷，它每一个商品都有藏头诗。我知道什么是藏头诗。哦，我以为妞妞不知道，原来她知道藏头诗是什么。那我要来考妞妞，这里面有什么藏头诗？你不可以偷吃柴鱼片，虽然我知道你很喜欢它。等一下，给你顺序：公盐、乌醋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喜马拉雅盐、新贵派、香浓花生酱。你得到了公盐、乌醋、喜马拉雅盐、新贵派、花生口味，还有你最爱的柴鱼片。好，你现在组合一下这四个字。恭喜发财哦！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然后我们还有四个哟，医生健康日记、鹅油辣椒，再来一个是气泡水，然后一个健酪饮料，最后一个呢，这个康宝浓汤。那这四个字请一起健康医生日记，然后气泡水耶、yeah。 所以我们得到的8个字是什么？恭喜发财，一起健康。今年的小时达是主打送礼，有米就代表有钱，而且你看他这次也有这个小时达送的春联，很可爱的春联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福箱还不止这样子，这次的全年头奖是100万的旅游基金。哇，抽中可以环游世界。如果你抽中的话，你想去哪里？我要去北极看企鹅。北极没有企鹅。有，那是南极企鹅。企鹅会游去北极，企鹅会飞。北极是什么？我知道啦，是北极熊。还有极光，我也很想去。哇，超棒的！今年的奖项都以环游世界为主，有美国、英国、韩国、日本，还有越南的机票。对，相信大家也很想出国玩，我也是。那你要不要抽抽看？抽抽，我们有点出国玩了哟。在告诉大家如何抽奖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进行今天的挑战，左边右边便当食材挑战。嘿，Go！ 那我们要先来洗我们便当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饭，有米饭。
那我们用这个幸福米满来煮。我们煮一杯米，一杯米，你看很米满，很米满，你看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洗一下米哦，洗一下哟。我们拿去电锅里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第一样食材是青菜，左边还是右边呢？我要这个好了。好，请打开。要不要第一个得到的花椰菜？刚刚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刚刚另外一个是这个。哦，好，换我。好了。嗯，这边。不是说好要青菜吗？你说的可以。不错啊，不错，我得到了一个甜点。你好贼。然后我们要来选肉了。左边还是右边？这个。好，请打开。啊，还可以，好棒。那换我，换我。好了。这一个。自己煮。新贵配炒猪肉。啊，不要。花生口味。好可怕。下一个是什么？好，大家知道啊，日本的便当一定少不了梅子。这个。对，你知道日本便当上面都会有一个什么白色的饭，中间红心一点，好吗？就是梅子，他们很喜欢的。然后还有这种塔库湾这种腌萝卜，然后这个是日本的小朋友，他们很喜欢放在那个饭上面，有没有那个鸡肉碎？它好像只需要隔水加热，非常方便。当然还有噔噔纳豆啦，这是我们的腌制物类。左边右边这个。给对方吃。哎、欸，你汉堡肉加纳豆，哎，我最想要纳豆被抽走了呢。这个。嗯。喂，你是不是有偷换？以前偷换。加上我的新鬼牌，一定超好。哎，请选择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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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请选择。这个好了，恭喜你得到了一个神鸡蛋，自己煮啊。其实生鸡蛋是非常好的选择，因为你有很多元的做法。这个啊，好，没关系。我最想要的这个伊达卷没有得到，但是我得到了一个煮好的，所以我可以省得煮。换你先好了。好，最后一样的话就是好像还差一样小菜，所以我们准备了这种日式小菜现成的。然后还有这个我最想得到的，你知道这可以做什么吗？小章鱼。这个不要不要不要，那有塑胶袋的声音。这个。哦耶！我得到烤章鱼了，太棒了！你刚刚差点选三色豆。左边、右边，这个。哦，三色豆豆是妞妞喜欢的，好吃。好，那我们选好我们的食材了，开始制作了。然后我要坐在我的便当盒里，做好不能给你看。等一下最后再揭晓。好，然后那你摄影机放这里。我们饭最后再装，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准备做菜的部分。好。我要开始布置了，布置得很漂亮，真的。哦。可以用饭了吗？饭好。好漂亮，我们的饭好了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装这个好香的米饭。扑通！我的好的，那你先不要客。哦，我先藏起来。好啊，那我放了，做了，终于等得到我了。我用这个保鲜盒，因为我没电档，那我先把饭放进去，饭先垫在底下。好吧，那我先来炒我的猪肉片。那鹅油辣椒，我来用一点点看看，把它炒成辣味的。
刚刚我有准备的这个菜啊，是为了装饰这个便当盒用的，因为我完全没有青菜，所以必须要装点。好香哦！哦，那个辣椒味道怎么那么香？章鱼外星的脚太长。刚刚的这个食材我也下去一起煮，一颗就好。最后的压轴好戏，哎，对，我还有新贵派哦，新贵派要放哪里？哒哒，然后的新贵派在这，你看我的，哇哦，有没有很厉害？哦，纳豆的 TKG 看起来好吃哦，然后它的配菜好丰富哦，汉堡肉，然后彩色豆，然后后面还有蛋蛋菜，好，这是我的，那我们要交换尝一下味道吗？好，交换好了，我们要先品尝一下对方的，哇塞，哇。这个太好吃了吧！这个，嗯，好好吃哦。嗯，你居然做成纳豆的生鸡蛋拌饭哎，那好吃，好好吃。那你这个好好吃哦。尝一下我的鹅油那个什么，真的好吃哎，好吃对不对？那汉堡肉很可爱耶，你看小小可爱。嗯嗯，不错哎，好吃哎，好吃。好，那你给我编打几分？十分。十分哦，吃一下那个乌梅波西。那七分。为什么？那是要加个点心给你。九分。哎呦，好哦。那我觉得你的也是差不多8.5分，因为我觉得你没有考虑到生鸡蛋如果带去学校可能会坏掉的问题。现吃是很好吃，这个米好好吃哦，很甜哦。嗯。最后啊，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抢购这个福箱抽机票咯。首先呢，你要像我这样子下载 PXPay 与 PXGO APP。完成注册之后，那现在我进入这个 PXPay 会员首页，我点击绑定信用卡，绑定信用卡之后呢，然后再进入 PXGO， 点击小时达，然后我输入一下我的收件地址，我的配对临近门市，这样就好了。1月22号大年初一早上10点准时进入小时达福袋活动页面，就可以抢购福袋咯，耶、yeah。福袋价格呢？588一个，588一个，这么多东西，一个会员账号，一个门市限购一个、嗯，所以可以招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抽。以上就是操作流程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功抢到福箱，并且成为幸运得主，在新的一年都能够突飞猛进，突飞猛进，Better tomorrow， 噔噔噔噔，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。明年也请大家多多指教哦！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！就明天晚上见，见喽，拜拜！拜拜！帮大家划重点，下方重要时程大家记得设定闹钟，不要忘记。帮大家整理全联福箱奖项，除了头奖现金，还有各个国家来回机票。2023年，大家飞机搭起来。拍完了还在吃哦。你不是也是吗？你刚不是又夹了？哦，太好吃了。哇，我这饭真蛮好吃的。哦，浓浓浓浓浓，不要吐了。